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72页，572页第五行看起。前因缘觉住戒定慧，戒淫怒痴，居士反省。于今不设律仪，互相照应，正贤中道，离思无碍，缘结缘修之妙心。圆觉经上这些话，离思都非常的深妙，绝对不是人天能够学习啊！这是什么境界呢？完全是化身菩萨的境界，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啊！在教下里头了，这是大开圆觉，他们超越十法界啊！他往生在哪里呢？往生在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！为什么？他是平等的。诸位想一想，一个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不就平等了吗？啊，会起心动念，那就不平等，你就不能修这个法门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不是凡人能做的。听到佛经上这些话，哦，淫怒痴就是戒定慧，那我尽量搞淫怒痴了。你搞这个，你将来堕阿鼻地狱，你可不能怪别人。啊，化身菩萨搞不搞这些呢？不会的。化身菩萨如果度一类特别的众生，要用这个手段，他可以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有啊。淫怒痴啊，密说法多女就是淫欲，用淫欲度众生啊，叫人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？甚热婆罗门用欲痴，甘露火王用怒啊，杀人。他真的是平等，为什么？在向上一着，也就是说，在自性里面，自性里头没有淫怒痴，也没有戒定慧。啊，淫怒痴等于零。戒定慧也等于零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世间法是假的，出世间法也是假的。啊，出世间法是依世间法去建立的，没有世间法就没有出世间法。
啊，没有凡夫哪来的佛？啊，凡夫是迷，佛是悟，没有迷也就没有悟，所以迷悟不二啊。这些道理大乘经上常讲啊。啊，这是把这些道理落实到四相上来了。戒定慧是四相，四相，淫怒痴也是四相。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四思无碍，那就是说的这个境界。啊，我们还有个我执，我执，你要干这个事情，你就犯罪。啊，有我执，修戒定慧，果报在哪里？果报在四圣法界。出不了十法界，有我执行淫怒痴，这个果报在地狱。啊，它跟六道相应，跟十法界相应。啊，这些事情。早年张家大师给我讲的很多，啊，所以他没有传我密法，密宗的常识我知道的不少，啊，绝不是一般人能做的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五十三参有淫怒痴。什么人？善财童子，善财是什么样的地位？圆教初住以上，圆教初住，就像慧能大师那样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也就是三种烦恼都断了。啊，无明烦恼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无明断了。尘沙烦恼断了，见思烦恼断了。你看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就证阿罗汉果；尘沙烦恼断了，就证得菩萨果位。无时无明断掉了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是这样的人哎，成佛了，成佛什么？成佛是不起心不动念的。啊，现代量子力学家，他们想出在想象当中应该有这个道理，但是还没办法证实，叫零点能量场。啊，我想这个名词零点零，这个零能量场啊，很像佛经上所讲的真如自性，就是本性。本性是等于零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前面跟诸位说这个学习过，三种现象都没有。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那是自性的。本来面目啊，自信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不能说他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就叫做做空啊，但是空不等于无啊，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，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能生万法，一样都不缺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他真能够生，能生能现，一样不缺。啊，所以你不可以说他有，也不可以说他无。你说他无错了，他能生万法；你说他有吧，他什么现象都没有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的本体，
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本人啊。禅宗是所谓的父母起未生前本来面目，这就是我们真本来面目，我们本来面目完全相同啊。在净宗呢称为常寂光啊，常寂光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能现啊。我们今天用这个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很好，哎，自己好好去观察电视屏幕什么都没有啊，那就是零点能量场。但是你按的频道按下去，它什么都有啊。这亚洲这些国家呢，频道还不多，在美国有100多个频道啊，都在这一个屏幕上出现啊。屏幕在这个影像在屏幕出现，不能说它有频道关起来了，影像没有了，不能说它无。我们从这一点东西能看得出这一点信息，整个宇宙啊，确实就像这个样子，非有非无，非空非有，亦有亦无，亦空亦有。啊，问题就你不要去执着它，你不要去想它。啊，你执着它，你就错了，执着它是大错，你去想它是小错，起心动念就开始错了。啊，所以真正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你就回归到原始点了。这个原始点就是零点能量场。啊，我们佛法里就称它回归自信。回归自信就是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，然后你就晓得佛法修行是什么？修行是不起心、不动念，即禅定啊。用的是这个方法。啊，越深的定，在境界里头不动心的，不起心不动念的，啊，他为什么不动心呢？因为境界是空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不是真有啊，幻有。啊，在一切幻有当中，决定不会动个念头，我占有它，我控制它，我去支配它，没这个念头。啊，像虚空一样，虚空你怎么占有？你怎么控制？啊，所以现象摆在面前，要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佛像在面前如是，菩萨在相在面前也如是，地狱畜生相在面前也如是。啊，你能够把所有的现象统统叫它归零啊，这个与外境不相干，里面心里头归零。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那就是这个境界，居士反省。啊，这个是
最高的境界，究竟圆满的果地。啊，那么跟这一部经上讲的不舍利益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这才真正叫善护。由此可知，全是讲心地法门呐、啊，与外面境界不相干的、啊。心境则佛土境。啊，心还有染污不行，凡夫境界。啊，染污的心，修修佛法。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再善的好事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果报不过在人天而已啊！一定要把执着断掉了，一点执着念头都没有了，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六道轮回的因就是我们自己有执着，自己没有执着，你怎么会到六道来？啊，因为你有分别，所以你在十法界，啊，四圣法界。如果没有分别，你怎么会到十法界？啊，那我们现在晓得了。西方极乐世界设报庄严土是什么原因？无始无明断了，习气没断啊！诸佛报土是习气形成的，习气断干净了，设报土就不见了，还是个虚妄的啊，十报土我们称它一真法界，这是相对而成。对十法界，两个一比较，十法界无常，刹那刹那在变化；一真法界它是真常，它没有变化。所以这个科学就难了，对它就无可奈何了。科学能够侦测到的。探测到的一定是有形象，有个波动的现象被他发现啊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波动现象，再精密的仪器对它不起作用，仪器的指针永远在零，都不起作用啊，所以一真法界的状况，科学家就没法子了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极微细的无始无明习气。啊，那么我们就知道，科学家能够探测得到的。设法界啊，设法界之外的，它是决定探测不到。那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定功了。啊，定功能见到，初住菩萨的定功就能见到十八图，就超越今天的科学家。往上去还有42个阶级，那个定功一个比一个深啊！到最高的一个层次，妙觉果位，对于整个宇宙啊，我们通常用6个字
就包含了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就全都包括了。啊，万事万物不出这六个范围。啊，这六个字，到妙觉果位圆满证得了。啊，圆满证得在经上怎么说呢？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你一样也没得到，你所得的全是自己本有的。这妙不可言呐！啊，所以这博士六一讲到最高的地方啊，这法身菩萨才做到。啊，我们做不到。我们也不能学啊！我们学的一定把律仪戒抓到啊！律仪戒在应用上有，所以每一条戒里头都有开遮吃饭，这是智慧啊，活的。啊，应当开的时候，你不开，那就犯戒了。应当持的时候，你不持，那也犯戒了。啊，每一条戒都有开源，这个不能不懂啊。如果要不懂，佛菩萨那就被戒律限制死了，动弹不得了。好的，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啊，释迦牟尼佛，这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为什么他还持戒？我们就明白了。做个初学人看呐、啊，佛教我们持戒，他不持戒，我们怎么会相信他？我们不会学他，啊，所以他要持戒，要实现的戒律都很好，哎、啊，条条戒都不犯，啊，我们初学的人在相信，啊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教啊。啊，到他明心见性就不必说了，他全部知道了，就互相照应，正心中道。这个互相是什么？戒定慧跟淫怒痴互相照应。啊，这个里头显示出来，就是菩萨所觉悟的中道。第一义谛，理事无碍啊，事事无碍啊，在表现的时候，事事无碍啊，圆觉圆修之妙性啊，这种理解不是偏在一边。他是圆满的，面面他都见到了，他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啊，圆觉圆修啊，这妙性啊，妙就是非有非无。啊，经上有说的非空非有。啊，边界完全破了，边界就是两边对立。啊，我们看起来
淫怒痴跟戒定慧是对立的，对立没有了，对立没有了就平等的，了知明了，真正知道戒定慧与淫怒痴是平等平等。你看，虽然平等平等，但是认言持境界不是律仪啊？为什么怜悯一切苦难众生？他们在造业呀！菩萨要叫他不造业，一定给他做出榜样的，给他看。经宗跟密宗最大的差别就在此地，因为无量法门最后其如自性只有三门，无量法门到最后走到目的地的时候就三个门：觉真经、禅宗、信宗。是从觉门进去的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教下像华严、天台、法相，这些是从正门进去的，正知正见。净土宗跟密宗是从净门进去的，觉真净就是清净心。密的净比净土的净还要高。净土的净是远离淫怒痴，勤修戒定慧。密宗的净呢，淫怒痴就是戒定慧，都不离，这个高。淫怒痴里头都不起心不动念，谁能做到？那就是讲，只有化身菩萨能做到，全教菩萨做不到，阿罗汉做不到，辟支佛做不到。能做到的。别教初地以上，原教初住以上，所以这个法平常不说啊，怕人误解了，这是佛的慈悲也。对化身菩萨，佛就说了，所以佛给你讲真的东西，你看49年教学，前面20年是决定不讲的，你已经有20年的基础了，已经有20年延迟境界了。身心已经到清净的程度再要给你提升，告诉你事实真相。宇宙之间当中没有真正的形象是存在的，只要是形象，都是虚幻，不是真的。你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全都看清楚、看明白了。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没见性。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性了。请你看这定功啊，它多深。虽然达到这个境界，
他在六道实现，他在十法界实现，仍然是延迟境界。这个境界就是律一切，不舍律一。虽延迟律一，规范具足，但自心常寂，一切平等，无有取舍，更无爱憎，不见即是，不道人非，如是持戒是真持戒。这个几句话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啊！这是大菩萨、化身菩萨、诸佛如来应化在十法界，应化在我们人间，是什么样态度呢？这就对了。如果不是这样态度，那就不是佛法啊，那就是魔变现的啊，来欺骗众生的。你看，虽然他言之律仪啊，规范具足啊，这是说外表他戒律清净了，丝毫不犯了。可是你的自心呢？自心常寂，一念不生，这就说明他是菩萨来实现的，化身菩萨，不是普通菩萨啊，化身大士到人间来实现的啊，所以他的心是常寂，就是如如不动啊。我们虽然做不到，要向这个目标去进啊，那你就晓得什么是真修行，什么是真功夫。每一天跟大家在一起，见色闻声，练什么呢？练不动心，练观啊，就是金刚经。所以金刚经在中国最出名，无论哪个宗派真正修行的人都用它，因为它简单啊。你只记住金刚经上一句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就够了。我们眼见色耳闻声，心里要才动，这心会动啊，这习气 啊七情五欲习气才动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就把这个念头打掉了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我们先恢复清净啊。化身菩萨他根本不动心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80年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告诉诸位，没有。他就像演戏一样在表演，假的不是真的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。表演的非常逼真啊，你看到这个样子，好像从凡夫我又出家，看到生老病死动心了，表演，没这回事情啊。做给我们看的是让我们从这个地方觉悟啊，出家修道，降魔开悟啊，示现成佛，哎，在讲经教学49年，啊，动过念头没有？49年讲那么多经，他说了一个字没有？没有。他说个字就起心动念了？没说。
啊，所以《般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谁要是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叫谤佛，讲经说法要起心动念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个说出来什么？是自信就自然流出来的。啊，众生有问，他就答。这个道理深，我们很难懂。不起心不动念，他怎么会现象？用江本博士这个实验，能够看到一点信息，实际上比这个深得多。这个水实验给我们一点信息。水是矿物，它有没有起心动念？告诉你，它起心动念。它心在哪里？你看不见。心说它不是物质，物质能看见。啊，心看不见了，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就经上讲的五蕴皆空，我们都信见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啊，现在我们对五蕴皆空这个概念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这个搞清楚搞明白要感谢量子力学家。啊，不是他们，我们还是蒙在鼓里。依旧有怀疑，啊，江本博士的实验给我们解除一些迷惑，啊，让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现象，这个物质现象通通具足精神现象。啊，我们从江本博士的时候得到这么一个概念。啊，但是从量子力学家的时候呢，我们真正彻底明白了。啊，极微之微，叫佛经上讲的，就现在所讲的微中子啊。微中子不能再分，分了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是最小的物质现象。再一分变成什么？一分变成意念的波动现象，这物质没有了。是什么？是念头，念头波动现象形成物质现象。这物质从哪来的？念头里面生来的。啊，那今天我们要再讲心经的话，我们就不是从前那个讲法了，那个囫囵吞枣讲不清楚，讲不明白，自己没搞清楚，别人怎么会听懂？没这个道理啊。啊，今天把量子力学家这个发现的这些报告，这问题解决了。所有物质现象假的，所有精神现象也是假的。啊，精神现象到底是怎么假的？科学家还没讲清楚，但是已经肯定，念头不能常住，这个肯定，念头也是波动现象。啊，他们的报告是突然发生，没有任何理由，一生出来马上就消失了。啊，跟佛在楞严经上所说的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
那他们发现这个现象，那佛这个现象3000年前就说过了。那没理由啊，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，凭什么？这直接找根呢、科学还没找到。想出一定有个零点能量场，可能都是从这发生的。这个想得很好。啊，很像佛经上讲的，真如自性。真如自性，就是他们所说的零点能量场。宇宙是从这里发生的，万物是从这发生的，我们这个身心也从这里发生。所以我们跟宇宙是同时发生的，没有先后。宇宙不是从大爆炸发生的，那个讲不通的。那么大爆炸这个现象，是宇宙不断在扩大。他们看到这个现象。这个现象在佛法也能找到理论的根据。我们的心无穷大了，这中国古人讲的两句话，我常常想的是，这两句话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，是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他要不真正知道，他怎么能说得出来？那真正知道的，那这是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普通人怎么知道？就是化身菩萨，一大半都不知道啊！佛在经上说，对这个问题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是什么地位？八地以上。菩萨51个阶级，八地快到顶头了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你看，52个位次，最上面的5个位次，这个位次的菩萨他知道，七地以下都没有证得。没有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真叫妙啊！而且什么呢？大小不二，无内的这个小。小到小而无内呀，它能包容无穷大的，那在那个小的里头包容的啊，这个科学家没说过了，大小不二，内外不二。所以，这个极小的里面有虚空法界，虚空法界没有缩小，这个极小也没有放大，里头它就有。这个让我们联想到什么？联想到现在的晶片，你们用电脑，那晶片那么一点点大。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东西？
啊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你这个晶片还很大了，这指小指甲那么大了。啊，佛讲的那个极微之微也比这个小太多了。啊，科学家发现的微中子，100亿个微中子等于一个电子，你说那多小？那么小的体积，一个微中子里头有整个宇宙的信息，整个发现宇宙都融在里头。所以，你这个指甲那么大的晶片算什么话？太大太大了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叫信德，不可思议。这是自信的德用。啊，所以自信没有大小，它都是圆满的。这个圆满的现象呢，被今天科学家发现了，啊，它叫全息现象。啊，就是再小的一点，里面决定是整个宇宙现象，一丝毫没有欠缺。啊，他们用照片做实验，实验出来了。啊，用全息照相，啊，实在讲就是用两个激光，啊，照射这个人像，两道激光，这个人像照出来之后，洗出来照片我们看不到人，必须用一束激光去照他，人像就现形，把这张照片。啊，剪得粉碎，剪成100小片、200小片，你任何小片放在激光底下去照，还是完整的，啊，一点差别都没有，就等于一张照片变成几百张了，啊，张张是完整的，这被科学发现了。啊，那物质的原点就是不能再小的最小的物质单位了，里面就有整个宇宙的信息，有整个宇宙的图像。啊，在这个原点里面图像里面可以找到我们的存在，那我们一定在其中啊。真叫宇宙奥秘呀！啊，所以佛经深密，就这个道理。你说佛这个事情怎么能跟人说？说谁相信？谁懂？啊，说了是白说了，引起争论，引起人家说你胡说八道。那对什么人说呢？对八地菩萨说。为什么他也看到了？这好讲啊！你不在这个境界，跟你说是白说了。不但没有好处啊，还要引起你的疑惑。那所以佛甚深之法了，不常说。啊，我们这些大乘经，所以大乘经里的佛说，佛法无人说，虽知莫能解。啊，什么人呢？真正见到的人，真正证得的人，啊，他可以说，不是真正证到的，他所说的都是道听途说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自己都不甚理解，他怎么能讲得那么清楚明白？他讲不出来呀。那佛法的智慧是自性本具的，佛法讲的德能啊，你的才艺、你的德能，也是自性本自具足。
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你证的，你样样都有，样样不缺。啊，怎么证的？放下，放下便是。我们今天最大的难处就不肯放下，就怕放下，好像放下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这是一个严重的妄念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真正放下什么都有，什么都现成的，被人相信了。啊，我们在坛经上看到慧能大师啊，那一年24岁，在黄梅开悟了。开悟什么？真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，一时顿时，这种人少见，太少见了啊！这么样的干脆，一时顿时就立地成佛你看，成佛之后，五祖就叫他赶快走。啊，往后不再去管他了，为什么？他开悟了，他自己晓得到哪里。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有这个能力了，知道什么地方最安全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来，知道什么时候该隐藏，他全知道。啊，不放下不知道啊，放下却知道了。啊，佛在经上讲得这么清楚，自古以来，许许多多祖师大德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为我们现身说法来做证明。目的是什么？是让我们有信心。有信心的用意何在？让我们有胆子敢放下。目的在此地啊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没有这个胆量，不敢放下。啊，不知道放下就成就，放下就圆满呐。放下完全行的是行的。啊，所以放下之后，自心常寂，一切平等。啊，你在什么境界里头都不会起心动念。啊，悉无取舍，对于一切法没有取，没有舍。啊，取是我想得到它。谁呢？是我不喜欢，我想把它踢开的。啊，这个念头没有了，这叫平等呐。有取有舍的不平等呐，更无爱憎。啊，没有贪爱，也没有憎恚。啊，不见即是。这两句话中。不道人非，没有发现，哎，我是是的，我做得很对，没有，没这个念头，也没有看到别人看错，做错了，都没有了。
啊，这就是什么？善恶、邪正、是非全没有了，恢复到清净心了。啊，现在人总以为自己做的不错，别人做错了啊，这里头还有是还有非。那是是非邪正，真假善恶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人不就变成白痴了？哎，他一点都不白痴，他样样都清楚。你不问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；你问他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妙就妙在此地，如是持戒叫真持戒，如是修行呢，是普贤行的，这还得了啊！啊，真持戒，啊，那修行是什么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看他怎么生活，他怎么过日子，他怎样工作，他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，普贤菩萨啊，你就细细观察他，是不是普贤十大愿？十大愿望，愿望，每一愿都在生活表现出来了，工作表现出来了，待人接物表现出来了，普贤行啊，修净土的全是普贤菩萨。我们这部经第二品，得尊普贤。啊，第一句话就是悉皆尊奉普贤菩萨之德，普贤菩萨之德就是十大愿望。十大愿望是总纲领。展开之后，就是《大方广》里面所说的无尽的法门，普贤行呐。无尽法门归哪个总纲？就这十条：贤公尊修普贤大士之德。如是之见，放弃中道。啊，这样的之见，知是心所知，啊，见是眼所见。这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中道第一义啊。二乘凡夫没分呢。若人稍闻平等之意啊，这后头讲的有啊，很多啊。啊，大乘教里听到这些经里的讲法，便谬持持戒为着相，毁谤戒律，
啊，这大臣确实如此，他自己不受戒律，他认为什么？淫怒痴就是戒定慧，把经历是错解了。这就造地狱罪业。佛经的真实意义，你错解了。所以他排斥那个持戒的叫着相，他不着相。这种人。或者这下面我们都能看见到，稍能持戒，便增我慢，自赞回他，涉谈他人过失。这持戒的人，持戒是持的不错，都依照戒律的规矩，怎么样呢？喜欢批评别人。赞叹自己，自己持戒，别人呢，毁戒、破戒，瞧不起别人，戒是一病为药者也，错了，六祖在坛经说得好啊，若真修道人。不见世间过，你怎么会看到别人过失呢？看到别人过失，就是自己过失。自己没有过失，看不到别人过失。我们常常用这句话的时候，时时来找自己，利益就大了。为什么？心是个清净心。我看到别人过失，我有这个过失。他是语言，这一勾，把过失马上就勾出来了。我心里头没有。别人过失在我不起作用。我心里头没有。就是我心里有过失，他那个过失把我的勾起来了。是这么个道理啊！为什么真修道的人不见世间过？他自己里头没有过失，他看不到别人过失。他看别人都是诸佛如来，都是菩萨现身，境随心转所以。善护三业了，最重要是意业。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，现在呢？现在还是清净。慧能大师讲得很好啊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那染污是什么呢？染污是意识，是妄心。佛教导我们，特别是大乘，我们生活要用真心。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都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用真心，成就无量功德。用妄心造作。无量罪业，行善都造业，为什么？三善道受报吗？所以你真的心清净了，你看到天堂跟地狱平等，没有两样，
啊，为什么？你修的福报，自性里都没有福报，得把福报消掉，那你才能见性。到哪里消呢？到天堂去消啊！天堂消福报啊！你造的恶业呢？自性里都没有恶业，你得消掉。到哪消？到地狱过鬼道去消，消罪业。啊，到天堂去消善业，不就这么回事情吗？平等平等嘛，都是去消业的嘛。啊，清净心当中没有六道，没有天堂地狱，没有罪福，这叫清净。啊，真的一尘不染。啊，这个道理。要多听啊，一遍不行啊，一遍你没听懂啊，你听上1000遍你就懂了。为什么？听上1000遍你得定了，定开智慧你就懂了。啊，不能搞太多，不能搞太杂，这是秘诀。啊，古人修行正果的很多，得定的很多，为什么晚境都没有了？晚境就是广学多闻，贪多就不来，学的太多了，一样都没学会。啊，不如古人呐、啊，古人一生就学一样东西，能明心见性。啊，只要一见性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达了。他不走这个门路，他要想样样都学，样样都懂，结果学一辈子没有一样懂。啊，佛没有这样教人的，你不能把责任推给佛。四弘誓愿就是教你修学的方法。啊，首先教你发愿。发什么呢？舍己为人。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你要发这个大愿。这个愿跟诸佛的愿完全相同。啊，发这样的大愿。没有这样大愿不能修复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愿是个动力，它在推动你。啊，世间人为什么拼命造业？造业不止啊，他为的是名利，他为的是享受。啊，这个东西推动他，他在造业。啊，那么学佛的人。明文力量放下了，什么力量推动他？愿力啊！我一心一意就想帮助这苦难众生，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！苦乐从哪来的？苦乐从迷悟来的。迷了他就苦，悟了他就乐。啊，那这苦乐是果啊，迷悟是因呐、啊。果上没有办法改啊，因上有办法。所以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用什么方法呢？教学。啊，教学是手段。啊，目的。是离苦的路，但是必须要通过破迷开悟。啊，佛对一切众生最大的布施叫法布施，就是帮助众生觉悟了。啊，这四弘誓愿第一愿呢？为了这一愿要兑现，头一个
你不能不断烦恼，你不断烦恼，你不能学法门。你看，德行在第一了。断烦恼就是持戒修定，学法门呢，开智慧了。智慧不开修法门很苦啊，智慧学这个开了修法门很容易啊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龙树菩萨开悟了，证得了初地菩萨，但别叫初地，等于原教初住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跟慧能大师境界平等，是这么一个境界。他学经教，看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3个月就圆满了，就学完了。那这叫一部大藏经啊！我们要学一辈子都学不完，人家3个月就毕业了。为什么？他开悟了，开悟学大藏经就跟慧能大师一样，一部经要不要学完？不需要。你看《坛经》上所记载的，发达禅师念《法华经》应该有10年，《法华经》很长。念到3000多部，一天念一部，3000多部10年呐。没开悟啊。可是他自己有傲慢心，10年学一部经。有一点点功，没能开悟。到黄梅去参六祖，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。慧能大师看得很清楚，三拜头都没着地。起来之后问他：“你心里头一定有值得骄傲之处啊！”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我看你礼拜头没着地。问他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，他就说了：“诵《法华》3000部。”能大才问他：“《法华经》讲些什么？”他说不出来。反过来向六祖请教。六祖说：“法华经我没有听过。”六祖不认识字，不必看经，他不认识字，不看经。你既然念了3000部了，一定很熟，你念给我听听。法华经28品，他念到第2品，念到方便品。六祖说：“行了，我全明白了，不要念了。你看，悟的人本事就在此地。人家学《法华经》学了10年还没开悟，他只听一点点，他就全明白了。那像这种方法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3个月足够了，全明白了。”这就是好样子啊！六祖跟他讲《法华经》大意，他开悟了。那个开悟是明心见性的。他要没有10年的这个熏修啊，这种定功啊，他开不了悟啊。
啊，六祖给我们讲，我们开不了悟啊，我们没有这个定功啊。他有定功啊。别人没有这个功夫的话，别人在一起听也不开悟，就他开悟。佛法教学，这一套教学的方法妙极了。佛教传到中国来，这套方法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，好东西啊，真管用啊。所以儒家讲悟性，教学特重悟性。道家也讲禅定，那么现在的教育不讲这些，都是着重在广学多闻，这个知识，知识不能解决问题。我们在联合国看到，联合国召集的各国专家学者，来讨论怎么化解冲突，怎样帮助社会恢复安定和平。这个会开了40多年。这40多年，每一年开多少次？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消耗不计其数啊！效果呢？效果没有，冲突一年比一年多，频率上升，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。我们参与的时候，那会开了30多年了，现在40多年了，让这些专家学者对于和平丧失信心，所以今天许多国家领导人对能不能恢复到安定和平没有信心，这是当然的。我们把中国传统的东西跟大家介绍。中国古人有办法。我们做的报告很多次，非常详细。但他们听了什么？听得很高兴。都很赞叹，不相信，就没办法了。听的时候欢喜，听完之后，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，来告诉我，法师你讲得很好，这是理想啊，做不到。我听了这一句话，像凉水浇头，给我沉痛的打击。为什么？我白讲了，讲了没人相信，然后就想到中国丢掉200年，外国人没学过中国东西，外国人过去靠宗教维系着道德，他们现在也宣布上帝死亡了，不相信宗教了。才演变成今天这种世界，这混乱。那怎么办？怎样让他相信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实验。这是逼着我们在汤池搞这个实验体。
啊，做出样子出来了，再报告，让他们来看，就相信了。啊，所以汤池做出这个样子，虽然没有能继续做下去，影响还是可观。啊，当时驻联合国这些大使，192个国家，个个都想到汤池去考察、去参观。啊，这是我们地方领导不敢接受。啊，他们没有能够来成，但是我们知道的。至少有30多个人，他们用私人观光旅游这种身份到汤池去看，啊，在汤池住3天、住4天的，啊，信息还传出去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已经有几年没参加这些活动了。啊，今年前2个月，联合国还有信息来问我，啊，说明他们对我们的活动还念念不忘，这个很难得了，不容易啊。啊，意思就来征询，我们需不需要再去办一次？啊，再办一次，拿什么给人看？啊，没有实际东西给人看，那就没有意思。啊，那么现在澳洲，我住的这个小城，啊，10万人口的小城，我们在那住了10年，这个10年呢？我们的修行没什么效果，但是团结宗教啊，做出成绩出来了，把这个小城10几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，啊，去年我们在一起聚会，我只是表示一点希望。啊，希望宗教团结起来，把这个小城造成一个和谐示范城市。啊，我们的市场，跟我的想法完全一致，所以他全力支持。今年这些人想真干。我去看看，如果真正做出来了，值得到联合国再去搞一次活动。啊，把这个澳洲图文巴这个城市向全世界宣传，啊，让大家看出族群的和谐。宗教的和谐啊，因为这个小城里面的居民都是从全世界各地移民来的啊，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信仰、不同的生活方式，现在住在一起能够这么融洽、这样和睦，很难得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小城建了一个金钟学院，我们的人数不多，啊，常住在那边的也是流动性的，
大概六七十个人。我们在那边做了一个叫星期六晚上的温馨晚宴，免费请大家来吃饭，盛年没中断，每个星期六的晚上。我们胡居士是功德主。做得好啊！让全城市的时候都曾经到我们家里做过客，这个关系建得好啊！以后逐渐逐渐就每个宗教都到我家里来做客，参加我们的晚宴。最初只是吃饭，以后慢慢熟悉了，互相学习，问我们佛教是什么，我们给他介绍，我们提出世界宗教是一家，我们主动学习他们的经典，他们慢慢就了解我们。很喜欢跟我们接近，所以去年我们办成立10周年纪念，10周年纪念最后的2天，就是团结本市的宗教。我提出这么个理想，没想到他们真接受了，这都意外。都非常的难得。幕后这一句是念老为我们的开始，上面三段为法藏大师。严谨自心之德行，下面呢为成就众生的德行。上面呢这个三段，就是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舍律仪。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；法藏比丘，严谨自心的德行，他才能教化众生。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德行，拿什么去教化人？所以教化众生呢，先要自己学成功。愿法了，以行见愿，要把这个愿落实，真正做到，首先是德行，断卧修善是属于德行的，德行成就之后，这才能够进入第三条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怎么个学法？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门即是一切门，一切门即是一门，这是《大乘经》上说的。所以，修学的秘诀就是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要晓得，这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一门深入，这是守规矩。决定没有贪心，
决定不会杂乱，啊，心里就想着一样东西，念兹在兹，这个摄心容易。啊，如果学的东西多了，决定分心。为什么？古时候的大德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都那么样的接触，他心转，他心定。那我们近代的学人心散乱，妄念太多，啊，心不住，不能够集中，啊，所以学什么都学不好。啊，古人的时候执着中德行，但德行的时候一般不讲，从小你家里把你教好了。啊，扎根教育全是父母的事情，是家教。啊，那么今天是家教没有了，啊，家学没有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扎根的教育没有了。啊，古人的扎根教育，孙怀孕呢，啊，大家，大家说。书香门第，读书的人家，做官的人家懂得。那母亲怀孕的时候，就端正心念。啊，这十个月当中，思想纯正，一切不善的东西不想啊，一切不善的。给他距离，保持距离，不接近。啊，眼不看不好的东西，像杀生这种，绝对不看。啊，耳不听不善的言论，不好的音声不听，口不出恶言，心平气和，它影响胎儿。所以胎儿在这种气氛之下，他所感受的纯正啊，小孩生下来好养啊，听话了啊，小孩一出生就知道，他虽然不会说话，他很灵，非常灵敏啊，他会看，他会听啊，他已经开始在学习啊，看大人怎么做法。他看的最多，他母亲，母亲照顾他。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不是叫小朋友背的，《弟子规》是父母做出来给小孩看的。啊，就是日常生活。啊，就照这样去做，小孩从生下来睁开眼睛，他就看到了。看到父母大人都是这么做的，看三年、一千天，他通通学会了。古谚语所谓也，三岁看八十，就说这段事情。啊，三岁养成这种德行，一生都不会改变。啊，所以古人能够守戒，就是能戒制自己，啊，不会被外面诱惑，不会被名利动摇啊，他的根坚固啊，啊，再苦再难，再困难，他都不会辩解。啊，孝悌忠信，他真能做到。那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。啊，现在许多论坛
都在做这些报告，让小朋友出来表演，那作秀啊，那是宣传，让大家知道哦，中国古时候还有这么一桩事情啊。但这桩事情真正真相没人晓得。啊，我们在汤池做的这个实验，做了3年，那是一个样子，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样子，啊，有一点样子了，啊，可惜没有继续做下去，啊，今天要不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人看，谁相信？真正做好样子，都想学习，连外国人都想学习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求安定和平的心非常恳切，就是找不到方法。啊，所以有个榜样做出来，好事情。啊，我们听说这个，这个我们要帮助他。要成就他，这是什么？摄善法界。啊，应该要做。啊，这是下面成就众生的德行。啊，我们看课题，成就众生。分两段，现身成就。啊，现身成就的也有两段，第一段无住身心。啊，首先讲一切无住。啊，我们看经文，所有过程、聚落、眷属、珍宝，都无所住。这叫我们放下了。啊，放下什么呢？过程。这里面所说的放下，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，不是思想放下。是心上放下，这是管用。啊，思上放下，那就什么都落空了，贵也不要了，家也不要了，这个不是佛法。啊，你要这么去体会，你就全错了。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放下？如果一切都放下了，他49年那么辛苦教书干什么？没放下了，非常认真的，一天不缺课。啊，360行，他选的是教师、教学。啊，做出一个典型模范的老师。给大家看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，啊，放下是心里头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是放下这些，啊，是你才能做得很圆满。啊，不为自己，为国家，为社会，为大众。啊，没有自己的名闻利养在里头，这叫放下。啊，聚落是村庄。啊，小村小镇。
啊，眷属，特别在中国，中国古时候大家庭，大家庭的好处多。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，年岁长了，渐渐老了，想起从前中国的那个家庭，非常怀念的，非常羡慕啊！啊，现在的老人好可怜呐。全世界都是啊！中国在过去人的一生，啊，什么时候最享福呢？老了就享福，老年享福。啊，中国人的教育是儿童的时候严格的教训，啊，一点都不能放松。为什么放松就学坏了？学坏就不容易回头了。这严加管教啊，中国小孩教的就像小大人一样啊，啊，没有外国那种活泼的样子啊，那是好事情。为什么？懂规矩，懂礼节。啊，几岁出门他就有礼，一点都不会错的。啊，这跟外国人不一样。外国人跟我们颠倒的，外国人是人生一生，儿童是最快乐的，在天堂，儿童的天堂，中年的战场，老年人的坟墓。啊，我们中国跟他完全相反，啊，小孩是严加管教，啊，中年是造福，为家庭造福。为国家造福，晚年是享福。啊，你们也听说过吗？落叶归根呢？啊，晚年是什么？归根就是回老家了。啊，老家养老啊。中国古时候大家庭呢，两个最重要的事情，一个是育幼，一个是养老。啊，所以小孩教育在古时候不是国家办的。都是每一个家庭办，家庭办教育，他认真，他负责任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家庭的老人都希望我家里出人才啊，所以那个教育就很认真了。那请老师可不简单了，啊，家庭开会呀，啊，哪些人在开会呢？父母。这小辈，啊，父母上面祖父母，在上面曾祖父母，啊，在上面是高祖父母，有时候高祖父母太问呐，啊，真正办事是曾祖父母，他们年岁大，有经验，啊，不会请错老师，啊，对于老师，啊，介绍几个人。候选人，啊，大家来讨论，啊，这老师的德行、学问、家世，啊，跟他教学的方法，啊，我们都认同了，都喜欢了，哦，这家人家庭开会通过了，才正式啊，就聘请，聘请的礼非常隆重啊。啊，大概高祖父年岁太大了，那就不出来了。啊，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都要三跪九叩首，跪在门口就迎接。对老师这样隆重啊！啊，老师受的你家里这样的大礼，他要不认真教学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家人呐、啊，一定认真教学。哪像现在？现在的教育是儿戏呀、啊，不认真呐、啊，
没有那样真诚的态度，他怎么会有成就？啊，所以从前教学，那个学老师把学生比自己儿女看得还重。自己儿女学不会没关系，学生一定要好。啊，学生教好什么？他家的后代就有保障。啊，鼓励师徒如父子，老师的儿女跟自己亲兄弟完全一样，一生要照顾。啊，要关怀，要照顾。啊，有困难一定要全心全力帮助。啊，所以老师认真叫什么？他的后裔有学生照顾，啊，他放心啊，他无后顾之忧啊。现在没有了，啊，所以现在教育不像教育。啊，所以让我们这样的年龄人对从前的那个旧社会无限的怀念。啊，但是那一种社会不能再恢复了，破坏不能再恢复了。啊，除非真的像这什么预言讲的大灾难，地球毁灭了，剩下的人重新再过原始的生活，哎，那个社会又起来了。啊，极端困难的时候，人不能不合作了，不合作不能生存。啊，所以养老，人到老年的时候，回老家，享福啊，是天伦之乐。啊，每一家都有祠堂，祠堂是一家最重要的一个建筑，为什么呢？纪念祖先的。啊，重大的事情都在祠堂开会呀，在祖宗面前呢。那不敢是动恶念呢，不敢说错话了。啊，学校在这个祠堂。啊，老年人呢，可以跟小朋友在一起啊。啊，这些老年人去听听老师教学。啊，对于老师的那种恭敬，那是身教表演给学生看。啊，这些老人，伯伯叔叔这一辈退休了，那退休的大概都是祖父辈的，啊，叔祖、伯祖，啊，这些老人跟小朋友在一起，啊，身体健康的。动作还很灵的，把他自己一生的经验、人生的经验讲故事讲给小朋友听，那都是灌输知识啊！你将来会懂得怎么做人呢、啊？怎么做事啊？啊，听老师教学，那也等于见学，跟老师认真教。啊，这些人对老师的尊敬，让这些小朋友都看会了。哪个不尊敬老师？哪一个不听话？啊，那还得了吗？那大不孝啊！啊，老师是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请来的。啊，所以天伦之乐，你看一家人。普通一般的人口，我们讲标准的人口，300人左右啊。啊，300人左右，他们家的子弟，不是一胎化了。
他能生的都是尽量养啊。啊，父母养不起没有关系，你整个家庭替你养。啊，大家庭有这个好处。自己在外面赚的钱都要寄回家。啊，不是私有的，你自己生活费用之外全部要给家里。啊，家就是你的后台，就是你的保障。你遇到什么困难，谁支持你？家支持你。你无后顾之忧啊。啊，所以这家庭确实是共产主义啊，共财啊，没有私财啊。啊，个人需要的，哎、啊，等于说家里有管钱的人手，他负责。啊，需要用钱，也是一样啊。啊，要报家长，家长批准。啊，这正当用途。啊，所以老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忧虑，家养你，围绕在你面前，都是你的这个儿子辈、孙子辈，所以儿孙满堂啊！啊，那个乐趣，现在人做梦也想不到啊，无法去体会了。现在老人老了，敬老人院。啊，老人院办的最好的，我看过很多国家、地区，澳洲办的最好。啊，澳洲主要土地便宜，所以居住环境非常好。啊，老人院就像公园一样，里面也布置小桥流水。啊，庭院非常大。啊，物质生活没问题，精神生活没有啊。啊，我们在那里看，很多老人都不说话。啊，原因什么呢？他不同的信仰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生活方式。啊，心量都不大。啊，儿女一年难得看一次。你的精神多苦闷啊！每天我们看到哪个小椅子坐的晒太阳，面上一点表情都没有。我们去参观打个招呼，他很欢喜啊！大概很久没有人跟他打招呼啊，那我们就想到，我们将来老了，是不是也到这地方来啊？不到这来怎么办呢？没出去啊！啊，年岁老了，你自己不能动作了，不能自己照顾自己，你怎么办？所以西方社会问题多啊，中国过去的老社会问题少啊。只要把教育办好，什么问题都解决。啊，生活，养老育幼。还是中国老方法理想啊，找不回来。所以我常常听到人家说什么企业家，企业家，哎，我听得有点感动。能不能让企业继承中国传统的家庭啊，把中国从前的老的那个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落实到企业啊，企业是一家人，老板是家长，
能够把所有员工看作自己兄弟姐妹，把员工的老人看作自己是叔叔伯父，啊，企业来养这个老人，啊，养自己员工的老人，那么员工他会忠心永远为企业来服务，他不会到别的地方去，啊，把一个企业变成一个家庭。过去家是血缘关系，现在这个家是道义的关系，用这个来建立。那么中国，我相信往后还有千年盛世的出现。中国过去长治久安，确实是家的贡献，没有家就没有中国社会，就没有中国的文化。家对中国贡献实在太大太大了。啊，二次大战结束，中国的家没有了。我们回去看看，非常伤感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